整个机寮主驾棚已经搭建完成，而且也铺了这个底部了，底部已经铺了这个网了。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白色的薄薄的胶片，薄薄的白色胶片给它铺上去。铺上去以后呢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帆布盖到整个机寮的上面，还有旁边侧面。这样的话，我整个机寮就可以搭建完成了。然后我就要固定我的那个外面的这一层网啊，外面的这一层网，把它底部给固定，还有上面的位置有一些塌下来的地方，给它用绳子给它拉直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我的鸡搬到这里来住了，哈哈，大功告成。到时候就是，但是还要，估计还要花半天时间，甚至可能还要明天才能搞得定了。哦，还有要，我这个 这里是养鸡、养鹅，还有种果树的这一个田范围，还要做一个门，在外面做一个门，在那边啊，用这个竹子，用竹子 做成一个竹门。尽量做到比较有味道一点，进出的时候感觉就更加棒。啊，现在继续开工，赶工赶工。